故意让女朋友发现宾馆的房卡，一天不挨做心里都不得劲。等一下，东西掉了。啊？咋了？巨大公寓。这不是我东西。巨大公寓的门牌。啊。怎么了？走，吃饭去。这他妈地铁口人多，不好意思说，你过来，来，过来，快点的。哎，周姨，过来，上这边来，来。假的，假的，这是。啥玩意儿假的？真的，快点。这是我逗你的。哎哎，人多，你别靠我。姑姐，你也是，怎么回事？啥呀？门牌怎么在你这儿呢？你告诉我啊。巨大公寓的门牌怎么在你这儿？咋了？搁上面养人呢？没有。背着我租了个房了？没有，我就刚刚故意就逗逗你。你咋这么不经逗呢？没有。干啥呀？我是给你点脸了，我给你点脸啊！哎呀，所以你吃饭，来，我看看你包里还有啥了。哎呦，没有啥了。有没有女人的化妆品啥的？没有。药药。啥药啊？哎呦，人肚子大了，药啊？贴嘴巴的，神经病了！你一天天的疑神疑鬼的。告我门牌怎么回事？解释解释来。我就解释不清楚了，客户的。客户的，客户要是放你这干啥？让你上住女客户啊，女客户啊。我逗你的，我刚刚故意丢地上的，就是女客户的，然后来这边住，住了之后呢，我把这个把它退掉，他已经走了。你现在最好带我上去瞅一眼，你要不带 我带你上去瞅呢？我带你上去瞅什么？看，我看看他的房子有没有你东西，走，带我上去瞅一眼。不去。人多，我不好意思听你啊。快点呢。你想咋地？带我上去瞅瞅，你那个门牌到底是你俩一起住的，还是你的呀，还是他的呀？去退了。对，我上去正好瞅瞅，人不退房子吗？走，你今天就玩花了。你今天是瞅不出来个啥，我周莹莹，我跟你讲，我跟你皮都给你扒了，你听到了没有？怎么怪你？出去先，我不想在这躺着。快点，什么人呢？什么感觉？啊？问清楚了没？别逗我了吧？啊？那我就顺瞅一眼了。那门口那个都那个清洁工都知道的是那个房子住的是女的。过来。过来干啥呀？你咋问的？我就问，我说这房子谁住呢？嗯。你就告诉我了一个女的。嗯。啊。我说有没有男的，他说平时我也没带他回来见过男的呀，就是那个。你又上去就直接这样问，叶刀是不是住的，是吧？对，我就问了。你以后不要用这个名字在这里，我以后带着客户我还怎么来这儿？我告诉他认不认我刀哥。我还怎么来这儿？这你就没啥事找事，你就想打我呗，戒瘾了，就是没啥事找事呗。自己把这个盖子给我掀起来。我掀起来，我给你塞进去，我掀起来。哟，是你错怪我了，还你还有理了？打我几下，没完了，打我几下没完了啊，没完了。说你错了，我就原谅你。啥错了？你是故意逗我的事，让我跟你吵架，一咋的？一天生活没有点色彩啊，没乐趣了，拿我找乐子呢？你钥匙还没退呢，去，去把钥匙退了，去，真烦人，快去，行，拜拜。大哥，你把我放在这中间，咋了？你应该不会打我吧？没事，你放心，外人在，他不会打外人的。不是，我是那样人吗？对，只要你不叫我刀买虎，咱俩今天就是好朋友。他不是那样的人，放心啊，放心的喝，放心的吃，好不好？我们这个酒还没喝吗？放心，你来了必须喝，让老板娘去拿酒去。嗯，还说呢，你跑的比兔子都快，你酒你都不拿，自己家卖酒的还用让老板娘拿酒？我给你拿。我忘了，你拎过来了吗？怕我拿了啥？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想这罐酒很久了？我们家的狠货，知道吧？来，不是你来了，我都不拿过来。拿过来给我看，给我。赖振恒的高尔夫金杯纪念版，53度酱香型白酒，不是你喜欢喝的酱酒吗？对，我说了，任何粉丝来，咱们必须好酒给他安排上，必须狠货。
飞天茅台喝过没有？喝过。这一款酒 95% 复刻了飞天茅台的口感，限量发行15000套，这是第4361套，漂不漂亮？漂亮。还是你懂啊？啊？必须啊。这不是你来，我今天我都拿不出来。来，漂不漂亮？看一下啊。对对对，等一会儿你把这个酒打开之后啊，你把这个老酒给它掺一支进去，30年老酒对上这15年的老酒，还有8年的基酒，来兄弟，来了都是客啊，喝不完，等会儿打包回家，好不好 ？OK。喜欢喝赖毛酒，就是这个就是真正以赖毛祖宗赖振恒所命名的一款高尔夫金杯纪念版酒。我跟你说啊，你到时候喝不了多少，这瓶草地。嘿嘿，你就给你自己喝酒找理由，可以啊，没有问题。来，整点的。OK。开始，给我兄弟。能喝多少？给他多倒点。必须倒满。他的外号叫周14缸。啊。他能喝14缸。今天咱俩必须喝好，菜吃好，酒我陪你，你喝多少，我给你多少。让你知道什么是什么是真正的东北的量，东北的量啊！乌苏里江起波纹，谁不干了谁是来，干这一杯，看我这酒怎么跟你喝啊！哎，今天呢头一次见面，以后呢就是业主的时间就来酒啊，这个酒我干了，你杯干了，没事，你跟我一样少少的喝，他就是这样，喝一点，你能喝多少喝多少，没事没事。我的妈，周小军啊、嗯！你给这周小军让抿了一口啊！行了，周莹，你把脚放下，你吓到别人了。行，喝慢点，他喝不下，你逼他喝干嘛？喝慢点，慢慢喝，慢慢。你喊我。谁？谁给你是个老变态？喝这么喝酒？微信小的。行了，行了，行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说话了。怎么样？这个酒真的可以。这个酒是果然是你们直播间的王炸产品了。开玩笑，赖振恒老赖振恒赖毛酒创始人，创始人所命名的一款酒，你说那个口感怎么样？来，喝得了多少就喝多少。OK， 来大哥，初次见面，我敬你跟嫂子一杯。哎呀，别客气，别客气。这个酒真的是没得说，这个酒真的是没得说。这算什么？算什么？好不好喝？真的好喝，这个酒真的好喝。你下次直播间什么时候有货的时候，我一定要囤几箱。好，下次我提前通知你。来，他没吓到你吧？没有没有没有，你就当免费去了一趟长隆动物园，看了一个动物表演，好吧？没事。什么时候想喝酒，随时找我啊！好，你就跟我处，你看我这人值不值得酒？跟我处就完事儿了，处不好自己找原因啊！来，干！哎，我等会儿送你回家吧。我也懂事，等一下不耽误你啊。喝完了我自己走回去。走回去？对，我给你叫个车，啊。哎呀，懂事儿啊！要我说你就是会做人，知道吧？你说你那帮人，你再瞅瞅这哥们儿，来吃吃吃吃，这跟人这差距太大了。你快喝吧，你别叭叭了，喝你的得了。给兄弟们拜拜，拜拜。